好，大家好，继续试着玩 DN。今次我终于见到希望，因为我学咗啲降尾俾一降料。系啦，我终于有机会打赢呢只嘢。OK， 终于打赢。飞碟磁怪就可以换翻、啊，我都唔知换啲咩，老实讲。Hello 家先啊，再特性火苗啊，阿文博，咁都未死啊，好波。呢度用雪纹啦。头突啦，尼多王啊，尼多王就照用先啦，头突啦，死咗唔紧要啊，地震雨用地震杀，靓，穿山王，降尿啊，降尿啊，降尾，再降尾，再降尾，打唔入我啦佢，拜拜，哎，咁都打死我，拜，终于赢到呢个打靶仔，打得我几辛苦呢只嘢，有咩可能啊？堂堂四降步之力点会输噶？有咩可能？我记住你个名啦，因为你个名已经记啊，录入咗呢个火箭兵员执行死亡名单，冇几耐咧，不久咧你就会知道得罪我啊，有啲咩后果。啊！多谢你救咗我同雪拉比，大哥真系多谢你啊！雪拉比同佢朋友佢要翻去啦，冇咗大哥哥咧，可能就会捉走，或者我可能都会死噶啦。以后我训成为训练师，一定会同你打嘅。啊！雪拉比要翻去啦，再见啦，雪拉比，以后我哋会再见嘅。好。啊！我要快啲翻去啦，佢嚟呢度观光啊，咁啱呢度有神明，所以我就嚟咗，我而家要翻去啦。OK， 多谢你帮我玩红孩子啊，光粉。头先买咗今日嘅船咧，要翻卡洛斯地区啦。再见啦，等我成为训练师，一定同我对战。唔得同你对战啊，我好忙啊，我要升呢啊，要打最要打双打战啊，系啦。唉，你知唔知我本身我谂住咧升降料咧，升嚟学降翼啦。佢呢边升到四廿几咧都冇，因为我试过用呢个神奇糖果俾佢升嘅，但系都系冇咩结果。好。啊、去咗咩啊？隐藏洞穴，唉，好烦。咁即系我而家又要过翻去阿老夫嘅遗迹度啦。呢个有冇啊？应该唔系呢个吧？呢个啲打未啊？好，证明我培养配得唔好。呢个咧，呢个打未啊？即使打赢咗都唔可以阻止。呢个咧，呢个打咗未啊？又，我一落去即刻有嘢。小王。哦、我已经从事研究好多年嘅，有啲咩有啲嘢咧同网上唔一样，但系今次嘅调查咧可以俾我哋新咗带嚟一啲有用嘅信息。哦、OK， 睇下呢一度有啲咩特别先？這個、呢个咧系咪要帮你鼓鼓掌啊？好巴闭啊，都几巴闭噶，唔系讲笑。恢复咗石板，天才科学家，我不是。唔使咁样托，唔使咁样赞我。我边有嗰个馆主？佢喺边度啊？唔系同我讲喺你下面呢啲位啊？又要玩？唉，简单啦，化石飞龙啊嘛，都唔知玩咗十几廿万年。呢个摆个头。呢、這个摆喺呢度，之后呢个调转，咁样啊，系啦，呢个咁样之后，好，等先，好，好似错咗，等先，点摆啊呢、這个？谂下先，有啲难度啊！一定唔系啦，即系咁样咁样，系得啦得啦，见到啦，咁样系啦 ，OK， 咦唔系咩？再攞落咯，搞掂 ，OK， 咦，阿灵买嗰度做咩喺度？呢度咧遗迹咧。
似乎暗示咗啲咩？睇下又要再深入啊！神的路，好呢个咧，跟住灵马大人啊，佢系非常之冷静。我唔系揾灵马大啊，大佬，我嚟揾管主大人啊。哦，我同埋咧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发过咧，佢呢个遗迹嘅 BGM 咧系特登改过嚟，你听一下就知道。因为正常咧系唔会有啲咁嘅重复嘅旋律嘅，系啦，系啊，佢不断重复住呢一个旋律嘅。咁如果系之前嘅就一定唔会系呢一个，系啦，就会系呢一个嘅 BGM 啦。如果正常嘅话，但系入到去就另一个 BGM 嚟嘅。睇多次先。为隐藏的遗迹，唔知几时翻。阿笔咧，我历史爱好者，到隐藏嘅要需要到连接嘅地下一层，然后冲浪一下。哦，连接洞穴冲浪，即系呢度入面啦。啊，攞一层去冲浪得啦，咁 OK。我冇睇到之后个信息，真系好可惜。如果我找到看一早看到就好了，呢度啊嘛系嘛？呢度呢度，我要冲，系咁冲浪喺度。呢个，喂，出到嚟呢度，呢度冇得行咯。系咯，呢度应该冇得行。呢、這个又要玩呢个啊？唉，唉，算啦，唔玩住啊呢个，唔玩住。应该唔系呢度，呢度只不过系俾我开啫嘛。但如果我唔系开嘅话，就唔使解啦。唔系、啊，佢睇嚟系要我解喎、啊，咁即系话，诶喺度。远古精灵嘅拼图啊，睇嚟好有意思啊。左边应该连接一块，中间应该系呢个。诶。啊，抱歉，我砌图砌得太入迷啦，冇留意到你。你要挑战道馆啊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，几日前就嚟到，实在太入迷啦，估唔到一直冇谂到呢个道馆嘅嘢，而家准备下啦。好，整埋咯呢个，唉、啊，算啦，其实唔整都得嘅，整唔整都冇咩所谓，其实呢啲，我记得整完好似会新增呢、這、一个未知图腾，如果冇记错，先用哈鲁加先喺度。同埋，又系玩呢虫虫。O K， 喂，一嚟就要打双打咯呢度。系边条路啊？呢条路。咁嘅话，咁咯系。咦，唔系可以拣噶？可以拣双唔双打其实。火苗打羊呢只马之后偷呢只大树果 ，OK， 十字剪火苗音色术偷得 ，OK， 音色术好拉弓唔得我拉咗之后，哇哈拉哈罗斯，好在有炼火系啫。好啱啦，好，从精灵进化好快，明唔明啊？进化得快就意味住啊，更快变强啊！收档啊你，火技，哇，太好啦！个电磁波，死啊佢电磁波，好嚟啊！哟，你终于嚟到呢度，冇估到啦！我系道馆馆主呢件事啊，等我睇下你嘅徽章先。哦，自我介绍先，我中意研究虫蟹，即系同埋呢个古代遗迹啊。作为馆主，好好测试睇下你有冇攞徽章嘅资格。OK， 哇，唔系话落雨，即刻转咗呢个天气先。沙尘暴，咁样我放呢只都得啦。如果佢系虫，我记错以为草系添，得啦咁。就算有能量球都打唔入我呢度，冲死你！冲死你！哈拉哈罗斯，哈拉哈罗斯应该用哈鲁加，用咗只先。冲浪，保护，冲浪，哇，唔系嘛？烧伤果，
地震唔同冲浪，系咪太古盔地震？剑舞再嚟，好，之后巨剑螳螂就简单啦，火技嚟张爆弹，嚟张爆弹，嚟张爆弹，搞掂，完美，唔错。有我细个时候水平有呢种咧，就合格呢个徽章落去啦，系昆虫徽章啊。咁咧记住巨入斩嘅精灵咧喺唔战斗嘅时候就可以使用噶啦，同埋呢一个89系咪啊？蜻蜓反哦，蜻蜓反 OK 喎，我做咩啊？睇下咧人你啦，唔系几齐嘅，哇！呢乱晒马啊，大佬系米伊啊，仲喺度执行紧其他任务啊，我点睇啊个样？我话呢个会议究竟开始未噶？点解首领未到噶？呢次嘅会议咧系以我冥王嘅个人名义咧召集嘅，因为咧唔系十分重要，所以就唔会打搅呢个首领噶啦。哦，原来系咁啊！你真系好识关心首领喎，冥王。不过呢份关心我都几认同，哈哈。阿哈罗马，我哋系同一类人。你打住咩算盘咧？我都系唔系唔知嘅。我都要打断你哋，冥王。今次会议做啲咩噶？唔会啊，就系听你喺度废噏啊嘛。系啦，系关于我哋新组下一阶段嘅行动。根据灵马阿鲁夫调查到啊，阿尔宙斯沉睡地光之神殿嘅进入方法已经大致可以确定，而且我哋嘅新组所收集嘅石板已经有12块，剩低嘅石块咧有拳击、清空、恐惧、阴魂石板。哟哟哟，不知不觉我哋已经揾到咁多石板，所以咧将剩低落嚟揾齐咪得咯。唔错，跟住落嚟咧就系问题嘅关键啦。灵马，你说明一下。好嘅，首先我哋新组目前找到的石板都是阿鲁夫上面有明确记录所在的，解读一下遗迹的内容咧，唔难发现咧各个石板的各所在地咧，当然咧剩低的石板亦都不例外，但系剩低的石板在记录地点上咧，无论点揾都揾不到，所以得出两个结论啦。第一个结论，遗迹的内容解读有误啊。第二个结论，石板已经被人揾先啦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对于第一个的结论，既然能够解读到实际地点，咁只有降低这个概率造成的误读啊。再讲啦，我对灵马小姐你的办事人是相当欣赏，所以第一个的推论可以排除的啦。哎呀哎呀，咁真相就只得一个的咋。唔即系话石板已经被其他人抢先攞到，冇错。所以我哋新组下一步的行动就是要调查呢把石板在哪度，然后抢回嚟。OK， 哇，踢咗出嚟，跟住 ，OK， 好，咁今集嚟到呢度先，下集继续剧情，咁然之后咧就系啦，开咗去咗下一个城镇先啦，因为呢一度接下来咧我就会生蛋，然后掉咗啲大菊花转做奇异花啦，因为我就中意比较奇异花多啲，同埋呢一个绝对玩咧，我唔用少少实力，同埋唔用啲劲啲嘅重咧，基本上系真系好难打，你见我呢队嘢咧系打得极之辛苦，虽然咧。呢一隻啊，同埋呢一隻咧都頂得順下啦，係咯。同埋其實黑魯加都得嘅，但係冇噴射火焰啊，冇惡之波動呢啲咧，其實都比較難打。如果有埋能量球呢啲，更加好啦，係啦。咁你下次再見，拜拜。